陈氏太极拳老架二路，陈氏太极拳老架二路，又名炮锤。老架二路与老架一路运动量和速度有所不同，强度也不同。一路练习时要求缓慢柔和，平稳舒展，快慢相间，柔多刚少。 二路炮锤则要求急速尖刚，着重以弹抖劲锻炼为主。整个套路中，蹿蹦、跳跃、斩撩、肘靠、擒拿，开手等动作较多，动作复杂，难度高，比较难学，适应青少年演练。演练者需要先着熟，渐而练发劲。 由易到难，循序渐进。若不懂劲路，则不可猛打猛甩，以免损伤筋肌。